点，在新平路那边卖早点。啊，我就退休了。啊，我想说哈，退休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来这边运动，也心情比较开朗，又认识很多好朋友。你觉得你来这边自己哪边有进步？体能，体能。是手的部分呢，还是全身？全身。我四个孩子，他听到我来这边，哦，非常高兴，他们很放心，说哦，妈妈每天都那么充实，对。谢谢你们，我在新竹，你在家里过得快乐。